只听得一声令下，无数双筷子就伸向了这口鸳鸯大锅。这个锅直径为5米，高度为1.06米，是曾拥有世界第一大火锅吉尼斯纪录的重庆一家饮食公司所有。要兴奋的，第一次看这么大的锅，有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火锅？对呀，开心啊！就玩一下。今天吃火锅什么感觉？暖暖的，吃火锅不怕冷，不冷呢。今天这口大锅被架设在了长沙沙湾公园地铁口附近的广场前坪，众多食客正在大锅前角逐大胃王的桂冠，但这难度呀可不小。有，好，我们等。有，赶紧抓紧时间啊！这边拼得火热，那边几位年轻帅哥直接即兴来了首火锅 rap。我们是帅哥，帅哥，你看我们在一起吃火锅，火锅，我觉得我们就是帅哥，帅哥，你只能远远看着我们吃火锅，我即兴创作的，超级嗨，就用我们的新歌来说，就是大家一起嗨，超嗨。短短几分钟时间，火锅大胃王就产生了。谢谢，因为我是。